由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戏曲梦工厂，今年是进入到第三届。市民的艺术一个艺师将会推出两档的新作品，是经过跨两会创新的表演方式，为戏曲同现代的表演艺术表现出涵盖多的可能。每位本民众看得到打破传统的表演方式的歌仔戏同舞台戏也调传统戏曲。日夜梦来日夜梦，来来往往绕步道。安排旁头了后，做工创人的阿布多托舞台上共损后，正想离开舞台的鼓。莫名当天服务配了后，舞台戏员工三边做人，开始生命的旅行。人的想法做在谈恋爱，做在放松，做在吃东西。因为舞台戏员工的那种演员，他就无法去做吃东西。比如说，他有一只下雨天打雷之后，他就变多一只太人呢，啊，他去体验人的想法。改变舞台戏表演的形式，脱跳出传统了后，改舞台能变作表演的空间。你刚刚看到的是一只框架。一个框架的舞台，那框架它可以去做得转，转过来可能是一张升降梯，转过来可能是一张窗台，那舞台就可以在一个窗框底部度做戏。无戏本无角色，透过演员的肢体、感染现代舞同作品人世界身体结合，让观众看到无穷款的传统戏曲。希望可以透过这种表演的模式，可以用那些传统的元素，不，重点不是在那些传统戏的元素，还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元素，而就是它在当代的这些人在呈现的时候，有些不同的表演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结合传统戏剧的演员、音乐创作，然后呢，跟现代剧场的一些创作者一起合力来做很多的发想。其实也就是在当代的一个戏曲创作当中，如何以当代的观点跟当代对话。透过公婆们的指引，本传统戏曲是优先的做法，创意中成功。今年的戏曲梦工厂展现形势更加多元，邀请戏迷行业剧场，向下看传统同现代，是有物界新的出头。加个新闻网，今天的影片特别报道。